众所周知，我国国地大物博，好东西源源不尽，因此看上的人也很多。在近现代我国落后的时候，那么多国家哄抢而上，前来瓜分，尤其是之中的日本鬼子，为了一己私欲，对我们造成了重大的伤害。而今天要讲的是另一个国家，国土比日本还小，还不够中国一个省大，却也来凑热闹。 霸占了我国土地四十年，还叫嚣全世界。这个小国就是荷兰，它位于欧洲的西北部，国土面积很小，看似毫不起眼的国家，在世界地图上一点都不引人注目。但是，就是这么一个国家，在近现代曾经称霸世界近一个世纪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确立了自己的霸权。这样的小国要称霸，可与它的发展有关。 毕竟落后就要挨打，进步就有奖励嘛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小国特别会抓时机，能有发展，它就出现在哪儿，并且是以引领热的身份，所以称霸还是名副其实的。在当时欧洲靠着商业发家，它就建立水上交通网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海上马车夫。在重要的关卡设兵保住，非洲好望角的船队要通过。 除了需要获得他的允许，还要分他一杯羹。在亚洲的对外贸易，他说垄断就垄断，完全不顾人民的哀嚎。因此，整个东南亚遍布他的殖民者。如今，相信很多国家听到荷兰还是会虎口一震的。这倒是印证了一句话：钱虽然不是万能的，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他们巧妙地利用着自己仅有的优势。 使得国家和人民的经济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。强大的他们还曾在近现代插足我国，占领我国的台湾，并对其进行四十年的统治，直到郑成功的军队登陆台湾岛。在此之前，任我国人民怎么愤怒都要不回来，可见他们当时的权力。不过后来他们就渐渐衰弱了，别的大国开始有了争强的意识。 所以他们仅有的资源优点就显得有些不足，倒不是说他们在退步，只是说他们国小，资源也就那样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。先是在海上交通，英国渐渐超越，转世贸易让德国结了去，这两大重要的经济来源都被人剥夺了，他也就没什么优势了。而在亚洲的殖民地的被一块一块地夺回去了。 所以就没时其他发展的点，便让称霸成为了历史。对于中国来说，整个近代史都几乎是一部屈辱史。从鸦片战争开始，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就不断丢失领土。数据显示，从1840年清朝政府割让香港岛，到1946年1月民国政府公布承认外蒙独立。 中国总共丧失了一百五十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。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。此后，中国终于不再失去领土，而是不断的收复过去失去或没有实质控制的领土。